说到贼，你们一定以为应该是这样。这是这样的，谢谢。但是实际上，我们是这样。该交房租了。嗯，我还是怕。去。去。这位大妈。好体格，您真是老当益壮，金枪不倒，宝刀不老。您这个东北都被您撞成这样，您看这血吐的哪儿哪儿都是啊。这位先生，观其色看您命不久矣，您还有什么遗嘱吗？索赔。索赔。不如这样，我作为一个道德高尚、乐于助人的路人甲，建议您赔偿这个胖先生一丢丢。我是青南，别打脸！别走！看，他又来了。是谁？在敲打我窗，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？这俩死混蛋又跑哪儿去了？怎么一股烤肉味儿？你们这俩混蛋躲着不见我是吧？我告诉你们啊，再不给我交房租，逢周一三五停水，二四六停电，周日水电一起停。老大，老大！
你刚才一直踩着我的门前。好可怕的女人啊。不过我喜欢。他喜欢的是房租。那就把上个月的房租交了吧。你好，我叫雅米。请问加入你们组织需要什么条件呢？首先，严守组织的秘密。啊，这必须的嘛。最重要的是，你必须有几个身手敏捷的手下。啊？这个。米小姐。有问题吗？哦，没问题，保证没问题。米小姐。这是送你的花儿，进来吧。来，吃水果。啊！看不出胖豆身手挺敏捷呀。平时都是我教他的。那你的身手更敏捷喽？你说呢？借用一下你们家的推了，好快啊。Waiting for me。其实今晚我们是来交房租的。米小姐 ，tonight 可以邀你一起共进 dinner 吗？给你机会。米小姐，那我走了。老大，你不是说去吃晚饭吗？胖，你看我今儿有型吗？Hello，Hello，I want to play again。Hello，I want to play again。
将改变你们的一生。而你们只是听从我的指挥。建在二环里，我的钞票堆在院子里，我有个限量的劳斯莱斯，还带着三个大胸美女，闹钟在枕边突然响起，他们都在昨夜的梦里，我的钱包还有20亿，姑娘们也跟我没有关系，我是生活在这城市的蝼蚁，每天庸庸碌碌为三餐着急，我知道现实和梦想有距离，做白日梦是穷人的权利，这世界充满现实意义，可我不想去追名逐利，我学不会所谓的真理，我的梦梦想还是做我自己，做自己。这城市到处都是钢筋水泥，我租的房子却有点漏雨，有钱人开着兰博基尼，我却被溅了一身的泥，可是我一点都不在意，脱掉我的外衣继续向前进，这世界中